的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！你现在所听到的声音呢，来自我们火红舞台的雷霆突击战队。来邀请现场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如果听到主持人的声音，赶快移动一下你的脚步，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。我们的舞台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今天呢，带来了非常紧张、刺激的 PK 赛，待会马上要展开了。好，那待会呢，我们现场呢会邀请两位民众上来参加我们的挑战赛。好，挑战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雷霆突击的 PK 赛啦。那待会呢，只要胜利的朋友呢，就有神秘的奖品要送给你哦。那我们待会呢，会选择两组的人马上来参加比赛，所以待会总共会有四位参赛者。好，但是呢，来我们看一下现场呢，好像还没有什么人，对不对？主持人有点伤心，有点失望，所以呢，在我们人满为患之前呢，先来送出小小的礼物了。好，来，请我们美丽的突击女孩来帮忙我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手机可以先放旁边。好啊，帮忙我把礼物呢发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。好，现场的朋友们，那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呢？你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活动现场，我们要举办的这个游戏的挑战赛，请问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游戏叫什么名称？全三 D 场景胜利。耶，虽然人数非常的少，但是依然有声音，真的太感动了。来，现场还没有朋友没有拿到扇子的，赶快来后方的朋友们，来赶快往前面移动，往前面靠近。待会呢，除了有赠品之外呢，还有精彩的 PK 挑战赛可以看到，所以现场的朋友们赶快不要错过机会了。好，后面呢穿雨衣撑雨伞的帅哥美女们来听到。声音呢，赶快往我们的舞台去靠近了，马上先送出你小小的礼物，待会呢有更精彩的礼物、更精彩的表演要送给大家了。好，来，现场的朋友都有拿到礼物了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人没有拿到的？应该都有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有拿到了，跟我挥挥手好吗？小小声的，小小声的哈，大家有没有觉得下雨天心情很不好的？有没有夏天觉得心情不好的举个手好吗？我看大家都穿雨衣，跟我一样不喜欢，讨厌下雨天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下雨天要做什么呢？告诉大家一个非常舒压的游戏，就是我们的雷霆突击啦。怎么个舒压法呢？待会现场呢直接示范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的突击女孩是不是要先做一场示范？然后我们的参赛者先问一下。看一下，我参赛者是不是已经在后方 stand by 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给你们几分钟的时间做心理准备。我们现在呢，先让我们的突击女孩呢，先来做一场示范的 PK 赛。待会呢，我们现场的参赛者就要照这个方式来做比赛。好，那先看一下我们的两位突击女孩准备好了哈。好，邀请好友，然后准备开始了。好，那现场的朋友们，现在人很多，大家手上有扇子，对不对？刚好一边是黑的，一边是红的。啊，我们现在可以来，大家来分类一下，来，觉得来左手边这位女孩会赢的，帮我举红色的那一面；觉得这一位会赢的，帮我举黑色的这一面。我们大家一起来猜，待会呢 PK 胜利的是谁？好，那如果呢没有拿到这个子弹的，赶快先往前面一点，好不好？主持人可以先送扇子给你。来来来来来。还没有拿到的，赶快往前面站一点。天气非常的热，赶快拿个扇子扇一扇。好，来后方还有没有经过路过的朋友？赶快，只要你呢往主持人这里靠近的，赶快扇子就送给你。好，来，帅哥有没有拿过？来，给你一支。来，后方还有刚经过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好，先看一下我们的突击女孩已经开始要比赛了。等一下哦，看一下。四大枪械，百种军武。为什么我们的电视没有画面呢？我们的突击女孩已经开始在做比赛了，但是我们的电视画面可以请工作人员帮我们调整一下吗？好嘞，后方还没有人没有拿到扇子的，那个手上空空的就是你的，快点，还没有拿到是不是？好，后方还没有人没有拿到的，好，除了三峰之外，来，我们大家可以来猜猜看，待会觉得是左边这位女孩会赢的，来帮我举红色。觉得是这一位会赢的，好不好？举黑色。好，我们待会看看哦，谁猜中就有礼物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啊。那我们现场呢，因为有个实况转播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电视现在好有一点小小的状况，赶快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不可以帮我们处理一下这个状况？因为待会我们现场呢有玩家直接要上台来做实况的 PK 赛了。好，希望可以现场朋友都可以看得到。好，那我们后方呢还有没有朋友没有拿到我们小小见面礼的？哦，看到前面这个戴面具的是要上来表演的吗？有没有拿到？给你一个小小的礼物好不好？来，那有拿到了吗？你们后方还有没有人没有拿到的？来，后面刚加入的新朋友，赶快往前面靠近一点。好，来，只要靠近的礼物就先送出去了。那待会呢，拿到小礼物先不要急着离开哦，因为我们待会后面还有很精彩的 PK 赛等着给你们。美女也来一支。扇子再多也不嫌多，对不对？来，所以还有没有人没有拿到的？已经结束了吗？我觉得这样有一点失望哎，大家没有看到大荧幕。来，先看一下，刚刚胜利的呢是右手边的这一位，大家左手边就是红色的，你们一定是偷偷刚刚才翻的，对不对？骗人，刚刚明明是用黑色，对不对？真的要诚实哦。好，诚实的小孩就有奖品，好不好？来，真的是举红色的吗？你们真的猜对吗？
好，猜对了那就送礼物了，好不好？相信今天大家呢来听演唱会、来看活动啊，一定呢喊到声音都会沙哑，所以赶快送出我们的喉糖给你们。你拿了别人家的扇子挥给我看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想要这样子就瞒骗过我，没那么简单，好不好？来，刚刚真的有猜对的朋友，赶快来过来，我们可以发小礼物给你们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同时间呢，也请我们后方工作人员赶快帮我们处理一下电视的问题，因为待会呢，紧张的 PK 赛马上就要展开了。好，看一下我的喉糖有限，因为我自己要留着吃，好，不然喉咙都快沙哑了。剩下几条，看一下。好，来，还有谁没有拿到？哎，拿过的不可以再偷拿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哎，你刚刚真的是橘红色的吗？那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，考试一下，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游戏摊位叫什么名称？赶快看一下那个扇子上面有答案哦，讲错了就要出去打屁屁喽。没有错，就是雷霆突击。那我们的活动专区呢，就在大家的右手边，就在你们的隔壁而已。那我们今天有准备非常多精彩的活动，还有精美的赠品要送给大家，所以都欢迎大家呢，待会呢可以到我们的游戏专区来体验我们的活动。而且我们今天现场还有准备 PK 赛 ，PK 赛呢，只要连续赢过两位朋友，就可以获得现金100元的奖金，让你直接带回家。好，后方还有没有朋友新加入还没有拿到我们的扇子的？哎，看到一个白衣天使，眼睛都发亮了，果然是美女呢，赶快送你一个。好了，我们后面还有没有朋友没有拿到的？不要害羞，好不好？你站太远，我也没有办法拿给你，所以呢，主动向前就可以拿到礼物，主动向前只要伸出手就可以拿到礼物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后方。好，所以请问一下，我们突击女孩还要再比一次吗？你们要再示范一次吗？好，那我们再一次示范赛好不好？那现场的朋友刚刚呢都不晓得我们到底在干嘛。好，所以我们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示范赛。那大家呢，眼睛呢可以左眼看美女，右眼看荧幕，好不好？我们待会呢，两位美女的这个现场的 PK 赛会直接出现在我们的荧幕上面。那大家呢可以来一起看一下，看一下待会呢我们的玩家呢要上来挑战的时候要怎么来玩这个 PK 赛。好，那一样再问一下我们后面，因为我一直看到有新朋友陆续加入，对不对？后方还有没有新朋友没有拿到我们小礼物的？不要害羞，赶快往前面站一点，你再不往前的话，我就要从舞台上面跳下去了，飞奔而去。好，快点来。好，你要帮我接住吗？谢谢，那帮我接住礼物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等我一下，转身之后立马就有礼物了。好，来，现场还没有拿到礼物的朋友呢，赶快按照看一下我们突击女孩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先开始我们的示范赛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就开始咯。那我们待会呢，一边看他们示范的途中呢，一样呢，主持人要继续发礼物，所以现场只要没有拿到礼物的朋友，都不要害羞，赶快往前站一点，只要手举高，手伸出来就可以拿到礼物了。那大家都有看到上面写的是什么游戏的名称？可以念给我听吗？弟弟可以念给我听吗？上面写的是什么？看得懂吗？可以吧？没错，雷霆突击。那欢迎大家呢，待会呢可以到我们的游戏摊位来做体验。好，我现在发现了我们家的大兵们全部都上场了，我看后方很多帅哥，对不对？今天呢一样在我们的这个游戏专区呢，我们的大兵也会在现场可以让大家拍照哦。来，后方还有没有新朋友新加入还没有拿到扇子的？天气好热，讲到我自己都很热了。还没有拿到扇子的朋友，赶快不要害羞，往前面站一点，扇子直接送给你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的示范 PK 赛已经开始了。好，那一样呢，我们可以再来猜猜看，大家觉得呢是左边这一位会赢的，帮我举黑色雷霆突击这一面；，觉得是右边会赢的，帮我举红色这一面。我们再来猜猜看呢，究竟哪一个突击女孩呢可以获得胜利？好，那在我们待会的 PK 赛模式当中，就会像大家所看到的荧幕这样子哈，会有啊，现在是谁？2-1，2-1，好像有两分的是。好，有两分的是我们左手边这一位。好，所以刚刚讲了，这边是什么颜色，那边是什么颜色，大家要记好了。好，非常紧张。那我们呢会先看究竟谁最快取得五胜呢，就可以完成我们的这个 PK 的任务了。好，那目前呢分数是3-2，3-2，左边这边是3，右边那边是2。那现场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，我们呢在游戏画面当中，如果你有看到左边或右边有出现一个黄色的星星，表示它有免费的道具出来，可以赶快跑去吃。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，在游戏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看到对方的附近有出现油桶的话，你可以赶快把他的油桶打掉，就可以炸到他了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其实真的非常刺激，非常好玩，也是老少咸宜。它呢，是一个蛮厉害的一个 3D 的游戏，但是呢，玩它并不会头晕，不会像传统我们玩电脑的 3D 游戏，很容易会觉得晕头转向。那这款手游呢，个人觉得，因为我自己都在玩，个人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刺激、非常舒压的游戏。来，现场朋友，哎，已经 PK 完了吗？这么快速，好来，所以呢，获得胜利的是，好是这一位，来，这位刚刚是什么颜色？其实我已经忘记了，你可以帮我们记一下吗？这是红色还是黑色？
说实话，黑色，所以你们都举红色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猜错没关系，好不好？那一样的，来礼物猜对的送给你。好，那待会呢，我们示范赛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正式的 PK 赛了。但是呢，正式的 PK 赛当然就不是由我们两位美丽的图景女孩，而是我们现场的真正的玩家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先掌声欢迎其中两位玩家上场吧，给他们点掌声好吗？欢迎他们。掌声有点唏嘘，他们都害羞不敢出来了。是让人愉悦的。好，来站在我们图景女孩的身边。十年的价格。Garena 首款即时。好，那待会呢，我们的 PK 赛就要正式的开始了。身临其境。那刚刚主持人有讲到，今天 PK 呢获得胜利的朋友，待会呢这一队比完呢，那个优胜者会再跟下一队的优胜者比，看我们的冠军是谁。冠军可以获得价值高达8000元以上的军用手表。好，像主持人手上这一只也是其中一款。那今天在我们的活动专区现场呢，也有举办我们的闯关活动。那相信呢，现场的朋友呢，待会如果有去的话呢，一定也都有机会可以参加我们闯关活动。完成闯关活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。好，那现在看一下我们左右两边参赛者都已经开始了。好像我们现在看到右边这个，哎，星星洗掉了，他刚刚有去吃到道具了。好，瞄准之后再射击，怎么这么快速就被秒杀了？所以现在获得一分的是我们左手边这位朋友吗？哎，帮我拿着这个好了。好，他代表的是黑色 ，OK， 好，来。这边通讯女孩帮我拿着，这边代表的是红色，我们用黑色、红色来做一个区分。好，现在目前呢有获得，现在目前是1-1，战况非常激烈，非常紧张。究竟谁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呢？好，左边出现星星，要赶快去吃。那一样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，还没有人没有拿到我们的小礼物的，还没有拿到的朋友可以举手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你只要你举手，礼物就送给你，所以不要害羞。主持人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送礼物的，对不对？那很高兴今天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妖怪音乐季。那我们是雷霆突击。好，那也邀请现场的朋友们呢，有机会待会可以到大家的右手边，我们的活动专区就在那边，待会可以大家去体验一下。好，目前的战况呢是2-1，由我们黑色这边呢目前领先一分。好，所以呢我们红色这边的朋友要加油了。好，已经到了2-2，这么快速，我觉得每次那种积分很接近的时候都会特别的紧张哦。好，来看一下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要不要来猜猜看，觉得是红色会获胜还是黑色会获胜？大家猜一下，有没有人没有拿到的？跟我玩一下那个红黑游戏嘛，大家猜一下到底是哪一个会获胜？好，现在目前积分呢是3-2。好，非常紧张。看谁呢可以最快的先取得5胜哦，4-2，看来机会非常的大哦，他只要再击杀对方一次就赢了这场 PK 赛了。好，所以非常的紧张。好，4-3，紧追在后，马上就追上来了，有没有机会可以 PK 到4-4，然后最后一战来决胜负呢？4-3，好紧张哦，看的主持人都觉得很紧张。好，非常厉害。来，我们获胜的是这边黑色这边，恭喜。好，但是呢先不用这么开心，因为你还要再 PK 一次，对，要争取第一名，因为第一名才有这个价值8000多块的手表，好吗？所以呢来可以先留在旁边先，是这位先生先在旁边稍作休息，那你先稍等一下哈。来，我们请下一组 PK 的朋友来，掌声欢迎他们。现场朋友给他们一点掌声好吗？小小声的也好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呢，请我们的突击女孩来先跟他们指导一下，我们开始要进行我们的 PK 赛。待会选择好之后呢，我们直接就要开始了。那先稍等一下，我发现我们的对方还在准备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马上进行了第二组的比赛。那这一组的 PK 呢？胜出的那一方呢会跟上一组 PK 胜负的那一方再比一次，那么第一名的朋友就可以获得这个价值高达8000元以上的军用手表。好，那在他们呢还在0-0的阶段的时候呢，想要先秀一下我们的这个奖品给大家看一下，证明呢我们是真的送很好的奖品，打开来让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也同时问一下现场还有没有朋友呢是没有拿到我们扇子的朋友，帮我举个手好不好？都有拿到了吗？都有，大家好冷静，都没有人要回答我。有拿到的举手，没拿到的举手。好，没拿到的举手，来，赶快来前面。
没拿到举手就可以拿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赶快，啊，你朋友有没有拿到？没有啊，害羞什么？赶快来前面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目前呢还是在零比零，感觉很紧张哎，打了超过30秒还在零比零，要加油一下，加油一下，表示呢两方都非常的厉害，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先第一次死亡，所以呢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，看得我们现在都很紧张。好，刚刚有看到了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的冠军要送出的就是这一款。我觉得超符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妖怪音乐季的主题，刚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绿色的军用手表。现场朋友想不想要？没有人理我，就算想的话也没有用，因为这是待会呢我们的冠军的奖品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是呢，想要拿到手表的朋友呢，有机会记得待会到我们的这个雷霆突击的专区，只要呢我们现场的闯关活动完成，就可以参加抽奖，一样有机会抽到这只手表。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手表每一款都是不一样的哦，那价值都一样是高达8000元到30000元的手表，所以有机会啊，待会呢大家一定要来做体验。好，我们目前的战况呢，哎，怎么还是零比零？我都已经讲了这么多的话了，你还是在零比零，这样我觉得我好辛苦哦，我有点想休息一下，你可以打快一点嘛哈，可不可以赶快进步到？3-2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，这样会觉得很有压力。我发现我们后面的大兵都已经站到有点腿酸了，对不对？手酸是不是？因为枪很重，是不是？那也欢迎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，待会可以到我们的雷霆突击专区来找我们这些帅哥大兵来现场拍照，因为我们现场拍照呢，还会送你一张拍立的照片，直接把照片洗出来送给你哦。好，所以现场的朋友，我们现在终于有一方先胜出来了，现在目前是1-0，1-0，好，看一下，是这边是一，对不对？好，1-0。瞄准一点，瞄准一点，哇，马上被追上了。现在目前的战况是1-1，1-1。那我们一样是有时间限制的哦，现在已经倒数2分26秒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赶快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呢，最好呢是能够击杀对方打5次就可以获得胜利了。哦，真的是非常的紧张，看一下我们现在目前1-1的积分。好吧，那既然呢他们的进度非常的缓慢，那我只好再来继续送礼物了。好，那问一下现场的朋友，我们有一些是已经站在前面很久了，有些是新加入的朋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问题都一样，都非常的简单，有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正在进行 PK 赛的游戏叫做什么名称？耶，雷霆突击爱你，来，这个小礼物赶快送给你呀，有回答的都有礼物，好不好？那后方的朋友呢，来，路过的朋友们只要靠近主持人一样把礼物送给你，好吗？但是你离我太远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把礼物给你，帮我站近一点啊，谢谢。好，弟弟你也要，好，来给你。好，来，现场的朋友都很认真的在观战，目前呢我们已经积分已经到了2-1，2-1。好，一颗手榴弹打过来，还好没有炸到，跑得快，果然腿比较长就是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好，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的积分，好，有点模糊，一样是在2-1，2-1，2-1。好，2-2了，怎么这么快速？已经追到了2-2，我觉得这一场真的打得有一点点的久呢。哦，目前已经是2-2，追成平手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究竟谁能够获得胜利呢？好，那现场的朋友呢，只要你是新加入、刚加入、没有拿到见面礼的朋友，只要你跟我挥挥手，我就马上把礼物送过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后面的朋友是新加入的吗？要不要拿小礼物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目前的积分呢，已经到2-2，还是停留在2-2。那真的，我们现场的朋友帮他们加油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表示他们真的太厉害了，怎么可以撑这么久？但是我们的时间只剩下最后的35秒、34秒了。好，现在已经到了3-2，3-2，搞得我们都好紧张哦。最后的25秒，究竟谁能够获胜呢？在等待的期间呢，我觉得我们后面的大兵应该很无聊，所以我想要随便抓一个来问一下。哎，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大兵啊，你有在玩我们家游戏吗？有啊。真的有吗？有。那你玩到第几集了？玩到第3集吧。第三集，所以你是今天才加入的吗？没有，我一直过不去。一直过不去，要记得升级你的武器跟你的装备。好，赶快看一下。好，时间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所以呢，来获胜的是哪一方？看一下。好，恭喜，哎，依然是我们左手边这位朋友胜利。好，来，刚刚呢那个输的那两位朋友呢，来先要在旁边稍等一下下，等一下要颁发礼物。那我们刚刚呢这两局的优胜者，好，进行最后一场的 PK 赛咯。所以呢这个军用手表等一下是谁带回家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。那我们比赛即将开始了，那请两位呢赶快各自做好准备，我们马上就展开我们的 PK 赛。
好，那现场的朋友呢，一起在这里观战。那也希望现场的朋友呢，待会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一定要呢要到我们的雷霆突击的专区呢来体验我们的游戏。我们今天有准备非常多好看的东西，只要你来，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。有带袋子，有带背包的，只要来就让你满载而归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了。目前呢倒数五分钟开始啊，目前的积分0-0。好，那这一场呢？究竟呢，谁能够获得我们第一名的冠军，带走我们的这个军用手表，价值高达8000元的军用手表？那就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，一起来猜猜看，究竟谁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呢？好，目前已经是1-0了。看看我们的另外一方会不会赶快后来居上，补他一下啊，2-0了。哎，目前两分的是那边吗？好，很紧张哦。看有没有机会来个5-0，惊艳全场，好吗？好，有机会，目前已经进阶到了3-0，同学加油一下。好，来看一下目前3-0，这一组比赛就非常的快速了，所以呢，想必待会的胜负很快就会分出来了。大家已经有没有猜好谁会是第一名了？有没有觉得很明显，大家都盯着他看，对不对？好，非常的紧张，加油加油。好，已经到了4-0了，难道真的要来一场5-0吗？好，来现场的朋友，我们大家都很紧张，对不对？赶快来看一下，待会究竟最后呢，我们的冠军会是谁？哦，有机会平反，现在是4-1。拜拜，我听到旁边的参赛者说一句拜拜。好，来掌声恭喜我们这位冠军得主，恭喜！来，请我们的突击女孩帮我们把这个奖品呢先颁送给她。那我们刚刚呢，另外的参赛者来帮我们站到舞台中间，好不好？我们一样的有奖品要送给你们。那送完奖品之后呢，我们要一起拍张大合照。哎，后面两位那个刚刚那个落败的参赛者，不要在后面顾着聊天，我们赶快来领奖品喽！你一定是忘了你有领奖品这个部分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只要上台参加比赛呢，我们的虽然输了，但是一样的安慰奖、行动电源直接送给你们。来，请我们的突击女孩帮我们颁奖。好，那站在中间呢，待会呢。礼物拿到之后呢，我们要一起来一张大合照。好，来这边还有一个，来，那我们请我们的冠军站在中间，那两位突击女孩也站中间，好不好？啊，站在冠军的左右两边好了，好不好？给他一个福利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有大兵吗？来，我们大兵，我们往中间集中一点，我们一起拍一张大合照。好，往前面站一点，按自己找位置哦，吼。好。集中一点就好，我们往中间集中一点，来一起看向前方的摄影朋友们。好，那请摄影师帮我们 cue 一下哈，看中间这位美女。好，请有枪的朋友帮我举起来啊！台下有的朋友有枪就不用举了，好不好？怕你们会被抓走。可以吗？好，谢谢我们，但是掌声呢，恭喜我们今天的所有参赛者，非常的谢谢他们。那也谢谢呢现场的下雨天穿着雨撑着雨伞来看我们比赛的朋友。那也邀请您呢可以移动你的脚步呢到大家的右手边，你们的右手边，我们的雷霆突击专区，我们准备非常多的礼物跟惊喜要送给大家，谢谢各位。